好，我们就要来看看今天到现场迎接挑战的我们五位乒乓球国手，有请丁宁、马龙、林高远、王曼玉，樊振东，有请五位。刘老师，啊，你觉得他们现在紧张吗？ 万一今天没发挥好，那回去怎么跟各自教练交代呢？没发挥好是大过年的，给大家送点福利，是吧？要赢了再赚点人气。丁宁对战赵雷，你觉得丁宁应该给他定点什么苛刻的规则？我觉得丁宁的控制力非常强，表演天赋更强，球技是最差的。所以综合来讲，丁宁应该让三分。 好，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，有请我们各位国手。赵磊对丁宁第一局比赛，赵磊发球3-0。咱们也看看马龙这边哈。马龙现在最大的目标和愿望就是，在孩子懂事之前，他还能保持巅峰状态。哦，您觉得应该可能的吧？我觉得。 肯定可能啊！接下来怎么安排？给大家唱首歌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啊！咱们各位这个国手们，我们各位民间高手们，要不一块儿来一首吧，展现一下咱们乒乓球运动员的文艺天赋。 激情飞扬，落遍剑胭脂会思乡。力量让人奋发向上，顺着带来几丝渺小。梦幻星星走向赛场，洁白乒乓将放理想。走我终于世界，尽情的交往，醒来心把友谊传遍四方。 球拍走远方，让心一起去飞翔。小小的乒乓，大大的梦想，一生一世为他狂。小小的乒乓，大。